探讨责任与生命价值。天使曾经来过，凸显现代人忽略了爱与陪伴。图奥马优势200001804.20。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今，网络资讯发达，生活消费娱乐的管道与方式也越来越多元。相对的，年轻人越来越少时间去思考生命的责任与价值。电影《天使曾经来过》的男主角浩文、朱俊成是也不例外。在工作上，只要客户与主管不赞同他的想法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以离职回应。自居颇有才华的浩文，躲在热情的南台湾垦丁，继续住他以为的潇洒生活。直到某天，一位可爱的陌生小女孩小芳热情大喊爸爸，让他的生活被打断，他才开始面对生命中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但也因为小峰的出现，慢慢让身边的人知道，风流只是浩文的保护色，因为他曾经失去过一份最真挚的爱情。电影的最后写上导演想传递的讯息，我们一直追求很多想要的，却没有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。凸显现代人盲目追求很多所谓的成功及梦想，却忽略了我们与生俱来就需要的爱与陪伴。